挂了，这第二关根本过不去。看我的，哎，我手机呢？是不是拿店里了？哦，对对对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那就行，你手机啊，肯定得放包里。哎，我包呢？不会也烂那了吧？哦，对。哎，找到了，找到了。哎，我跟你说，你要是买那个照相，我们是不是忘了什么？哎，管他呢，我们还要去做美甲呢。你说他们什么时候才能相信我们？看来雨琦心里根本就没你。你信不信我一个电话，他立马回来哄我？不信，那我们就比一比。比什么？看他们谁先回来。行，输了叫爸爸。你等着，来。喂，雨琦，你在哪呢？怎么把我忘了？还等着带你去买苹果十四暗夜紫呢。谢谢亲爱的，别急，我马上回来。嗯，好。你看到没？我给你发的视频，我们前面那桌的美女，那身材绝了去了。你不上的话，我可穷了。我靠，我怎么发错人了？看吧，我们到底谁更快？人呢？看吧，还是月月更爱我吧。美女，让你看。